对于学女性啊，是怕迷信，知道吧？因为大家真的不知道学习佛陀的什么，对佛其实了解不多，其实很容易就是去一些形式的就做成一种迷信，或者一些宗派性质的。他佛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只是学菩萨的品这个佛的智慧的话，我相信是需要佛陀的就是那种智慧。所有的大菩萨都是王者都的为人民服务，这利益这三界六道这不都一样吗？啊，就是肯定需要的嘛，共产党也需要为人民服务，是不是一样的？所以他只是说你去，他怕你迷信了，迷信那种形式上的东西。嗯，学里边的品质嘛，其实当年共产党人提出的很多品质都是菩萨们的品质，他最起码那个概念是菩萨们。缺心缺意为人民服务，这不是缺心缺力三界六道众生吗？那个毛主席的他是为人民服务，他没有涉及到其他道嘛。那佛陀的为利益众生，报众生利益三界六道，无怨无悔啊，那这不一样，都是利他嘛，最起码心是利他之心，这不都是菩萨的精神。想要有弘法利生的这种心愿，如何来实现这样的抱负？先把自己度了，先把自己圆满的度脱。如果自己还有很多东西对佛的知见，还有很多迷惑不懂的地方，然后很多习气欲望也纠正不了，起心动念也有问题，或者是定力也不够的话，那先把自己搞定吧。你搞定了，你的存在就在利益众生，是不是？所以不用说有意识的。有意思看机会了，是不是？不是不一定利益众生，不一定去一定要去坐在这假设空不二啊。利益众生帮众生从各个角度觉醒都是可以的，吃喝拉撒睡从各个，是不是？举个例子，我们一起出去旅游了，他执着了某件事，是不是啊？放不下，或者是失恋了，或者是什么？我用佛的见地开导他，这不利，这是不他嘛？是不是？你用佛的见地去，如果你自己足够圆满的话，你那随口都是佛的正知见啊。你用佛的见地开导他，让他从那个从他痛苦中和迷惑中走出来，然后指导他一条解脱，甚至说让他修修禅定啊，静下来如如不动啊，这些都已经在弘法。那一定要说你去当个佛教徒吧，你去信佛吧，你去上香吧，这是弘法吗？这肯定不是。也不能算不算，也能算，也是做个佛教。但是更多的其实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界更多是你让他去正如他的知见嘛，目如他的知见嘛，他更多的是说他在说什么嘛，你要照着他说的去做去修才能解脱嘛，他并不是让你来信他或者就是创了一个僧团的，创了一个宗教的嘛，他目的不是这样嘛。你看法华经佛出世的唯一目的就是目如他的知见，正如啊他的知见嘛，并不是说你信个宗教吧，不是那样的，他不是来让你信仰的，他是你说你听懂他说什么，听懂他的智慧，然后导你走向解脱的，你把他导引出来了就行了。他是不是佛教徒并不重要，你可以对所有的说佛陀之后，所以我对很多就是印度网站我说你是不是佛教徒都可以来听释迦牟尼的智慧啊，他是地球上的圣人啊，你可以听听这个圣人2600年前坐在印度说什么了，你可以看看他说的话嘛。大家都是人嘛，是不是？你即便你是什么宗教，是吧？他是就是一个人，他跟你一样。为什么他的界定是那样的，你是这样的？他说他与佛也看世界是那样的，他对时间的感觉，他对时间的认知，空间的认知，还有他在人道之外，除了畜生道，他又提出还有四道，而我们是看不见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存在不存在这些，他说他不打妄语，那如果是他不打妄语，那些东西存在，他是怎么看待这些事件？为什么他作为一个人那么我们自己活得都很无奈，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真的两条胳膊两条腿连自己都有时候养不活的时候，为什么一尊佛就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一个佛站在那儿，他可以说利益三界六道，用那么大的心力，而且神法力无边啊，有那么大的能力，他是怎么做到的？同样是人，就是说你无所谓你在做是不是宗教，你地球上生活2600年前生活过这样一个人啊，他属于圣人的等级啊，为什么不去看他了解他？而且我们可能就一不小心就变成他，
因为我们跟他一样的两条腿两条胳膊，也是爹娘生的，是不是？释迦牟尼还结过婚，还生过儿子，是吧？我们一不小心学他，可能就是跟他一样喽，可能活成那么伟大，活成那种风采啊。就算我们做不到，我们也要了解了解这地球上还有其他人类啊，人家这个人怎么活成这样子，他是怎么做到的？业余爱好也要去看看，这是地球上的奇迹啊。父母生出来的一个肉体成佛了，他叫佛叫什么也不重要，叫圣人也不重要，叫佛也不要，就是一个奇迹，生命的人力的一个奇迹啊。他通过一个肉体能够了知彻万法缘，而且无所不知，寻找到真理，而且了知生命的源头在哪里，生命的意义，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所有的一切是值得我们顶礼膜拜的，而且2600年魅力不减啊，到今天我们还从他的每一句话里边受益啊。我觉得作为地球上一个人类，是有点头脑聪明的人类，怎么会错过去看他的东西啊？这是不是你是不是佛教徒的问题，是你够不够智慧问题？我觉得你够智慧的，怎么会错过这种人的理论？地球上的一个人变成奇迹了，知道吗？你不看他业余，也不翻翻他的经典，看不懂，浏览一下嘛，看不懂。说怎么说的这么奇怪呢？那也得看一下，就像好奇也得翻一下，我就是吧？啊，他是一个宗教领袖，先抛开宗教不说，这个人怎么做到？他的魅力，他的光彩，他来自于哪？他是怎么修的？他修行为什么那样修？为什么那样修就可以？为什么这样修就不可以？为什么他的弟子要离情去欲，他要出家？为什么在家就不可以？为什么有情欲就不可以？肯定是有原因，有为什么他那样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不去探索呢？去了解这样一个人，很伟大的一个人，哎，包括耶稣啊，其实宗教的这些领袖嘛，他们活出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风采，作为一个人类这个品种，这个物种，他们活到了一个意境跟等级。老子我还是比较欣赏啊，老子啊，耶稣啊，这些就是释迦牟尼啊、穆罕默德等等这些宗教领袖，或者就是甚至印度教的一些领袖，你去看他们的那些东西啊，虽然在不同层面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低一些，有的高一点，但是有的说的圆满一些，有的不圆满，但都在人类里边都是小英雄，就是属于枭雄一类，就是英雄一类的，就不是我们普通的人类。他们活出了特别的风采，我们就可以涉猎他们，然后你去，就像以前我是这些东西都看的呀。都去看，各个宗教都会涉猎，然后我才选择了释迦牟尼佛的东西。我认为他说的是最好的，最起码他说的时候，而且从他不只是他悟的最高，而且是他在说的时候，他从各个角度去才是说的最圆满，而且留给我们的途径很多，就是能成为他的途径很多。就像老子只留个道德经嘛，他没有写出东西，他没有留给我们更多的路径到达他，我们怎么走，是不是？就要记上帝呀，有时候我说钉在十字架，这太难了，这太疼了，说这个苦难，虽然他为我们说是担了，但是也觉得学他比较难，这个慈悲真的是不太容易做到了，是不是？那释迦牟尼的他说托钵和离情去欲，这个也比较难，是不是？我们这个情欲好美啊，这个世界爱情啊、亲情啊、友情啊，离了情我们好像生活一点意义也没有，我们活的就是亲情、友情、爱情。他说让我们离了情，然后去离情去欲，然后去证入佛国，佛国还不知道是什么，情也没了，你说这活的有啥意义？但是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了解为什么要离情。但是释迦牟尼佛他的见地是说，你离情去欲以后，你可以获得大自在，包括你看观世音菩萨叫观自在嘛。为什么？因为我们离了情有情爱情，大家活得很不开心。说句老说，那么如果是大家离了情，你说还有什么？那如果不开心又没获得了佛的智慧，那掉在这儿，这不是很无聊的一件事吗？这不很无奈的一件，这活成啥了？人不人爱，又这个过程是很无奈。但是他说可以达成大自在，那么这个离情去欲跟这个大自在之间发生了什么？他是不是发酵了、质变了？或者我们离情去欲坐在这儿不动，他你要知道他是坐在坐垫上如如不动啊，身心不动啊，不动就能成佛吗？动就不能吗？你为什么不去想想呢？是不是？他为什么要不动？哦，你要看他的直接哦，说哦，佛说了，这个世界时空是你错觉幻化出来的，
所以你不要去妄想，你不要妄想不动，你就会回归时空的源头，你就知道为什么不动了，它不动才回去嘛，因为动你不断的杂念妄想动动动，所以回不去嘛，所以不断妄想出时间空间，不断过去未来，不断妄想嘛，过去不是你妄想出来，现在哪有过去，早就过去了，这不过去，这不未来嘛，是不是？你乱想嘛，是不是？你能拥有的不就当下嘛？你知道啥？这个时空不是你乱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宇宙的三维，包括你们看电脑、电视里边的太阳系、银河系那个平面图，你以为真是那样的？你看看后来微博上有四维，它已经在运动了，是不是？你看过吗？是吧？再看看十维，看不懂了吧？是吧？所以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别人告诉你的，然后你在头脑中乱想。如果说真实一点的话，你当下这一刻是最真实，你能把握的也只有当下，而当下不是时间，是个状态，是你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你见闻觉知到的这个状态。这也是没奈何了，为了否则你找不到自己，只能说当下给你一个定义，否则你说连当下也没有我怎么办呢？你大概坐在那儿两眼瞪着天空，连个修正的基点也没有了，是不是？但是这中间会发生事，如果你不动不妄想，它会发生一些奇迹的，时间消失，空间消失，方位消失，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你会发现你的妄想会停下来，一切都会消失。当一切都消失的时候，你发现情欲所有的觉受，所有身口意，所有的一切都如幻境，你会消失，四大会空，就说这个世界包括你自己会进入一种幻境，或者是就是空性的角度，这个就不可说了，啊，每个人的境界不同了，但是你会最终会体验到生活不二的境界，嗯，就是你觉得真实的、假的，在你不分别的时候，真实假的合为一体，幻境跟真实是一体，你这不执着了，那你就自在了。现在你在情里边执着的时候，每一份情都让你痛苦，都是苦海。但是你头脑里不再执着真实跟幻境，不再执着时间跟空间，那么生老病死生死就开始了，就是二元对立的这些东西一停下来，然后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有的事情控不住你了，时间空间甚至那些情啊什么控不住你，那个时候叫自在，游戏毕竟空啊，你可以有亲情，有情爱情，什么情都可以有，在这情中你豁达自在，而且随心所欲去实现啊。所以他让你离情去，他让你这样子走如如不动的去修行，修禅定啊，定是不动了嘛，他是为了让你再回来去自在，在这些里边自在的。他让你离的是因为那一刻，那你在这里边最不自在，在这些情里边，有情众生度有情嘛，因为众生因为情而造下种种业力，随着业力在轮转，就说你在这里边是最不自在的，所以他为了你在这里边获得自在，先让你离开，离开去修炼，就像你让你上，为了你成，不是成佛，为了你将来好好是哎成家立业或者什么，让你先离开妈妈，哎广州来上学，知道吗？是不是？哎，那中间这就像离情去欲一样，先离了，为了你有一天你在广州你毕业了什么，你更好的去孝顺妈妈，是一样的吗？一样的，佛让他的弟子离情去，是有一天他在这种情。对众生的情里边，对一切，在你让他叫他情也罢，叫他慈悲也罢，叫什么也罢，里头获得自在，就是我们执着然后分别，然后你不自在了，都是暂时的方法手段。嗯，这样一个人在地球上出现很难得的，因为很难修成这样的一个人。从人的角度在，因为人力活的寿命短，就100多岁，在有限的时间里，有人能从很年轻20几岁、18、19岁就开始发心修行。然后在短短几十年、十几年、20几年就修成，然后呢又能够出来讲法、弘法，而且他还没死掉，他还能说话，他还有文化，把那些东西给你整理出来，把他修行的经历说出来，他不是哑巴，你知道多难吗？很多机缘要促成这一点，而且还得有人跟着他学，有人愿意听，促成这一个诸佛菩萨出世的这个因缘太难了，所以真的很难得的，嗯。而且你看这么多2600年佛学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这么久了，释迦牟尼佛成道三生成就也就他一个，所以你不看他的东西在地球上很冤枉，很大的智慧。我不是让你成为一个佛教徒，但你可以业余时间浏览一下，嗯，看看他的什么经典，看不懂可以看不懂，
但是看一下为什么看不懂，除了古文以外，为什么他说的这么玄妙？到底在说什么色不色的，空不空的，又是不二的？那明明是二，怎么会不二呢？一定要先这样问问，明明是色跟空是二，怎么会不二呢？哦，他这个空不是指的虚空。那既不是虚空，那是真空。真空是什么概念？哎，你就开始涉猎其他经典看，浏览。如果我们能做到他那个样子，我们其他的都可以聊了。这辈子已经值得了。缺五行，缺火，缺啥也值了。缺水，缺也值了。来了100年不成佛了，你看看多值啊！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获得自在相比。能从生老病死轮回中解脱相比，没有任何财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名利获得，没有任何东西跟他相比。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舍弃王位，他是太子嘛，他以太子的身份出家，最后拖着钵在沿街乞讨，拿着拖着钵去乞讨，也不回去当王位，就是他太富有了，看不起，知道吧？如果你成道了，什么也看不起，那真的蛮自在的。但是说大家一定让你当皇帝，你也可能会当一会儿，但是呢，你真的是瞧不上，真的，因为心那种自在超越了这个世界任何世俗的东西的束缚，没有东西多重要，这个世界什么都不重要了，因为生死都解脱了，有啥重要的？就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执着呢？妈妈生气了，你站在那看着她，哇，生那么大气啊，看冒烟了，开心的不得了。就是你不会较任何真，就是最起码你会这样子，这是最起码的这种自在。这个世界众生，就不管是他是丑陋也罢，漂亮也罢，什么也罢，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成了独一无二的风景。哪怕他是个残疾，哪怕在这家不管工作地位，不管是谁，不管你认为的，因为每一个真的70亿人口都独一无二的，你知道吧？地球上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哇，这个风景来了，哇，那个风景来了，好漂亮啊。因为独一无二而美啊，而不是因为他的眼睛大不大美，鼻子高不高美，你不会执着这些，是因为他独一无二就很美，知道吗？他不同，他发脾气的样子也不一样，骂人的样子也不一样，是啊，他的贪嗔痴慢疑四邪的都有轻有重的，都不一样啊，什么都成了真空了，就是只是因为你的心里边不再执着，就这么简单。但你说他。你说他不好，你今天不好，你今天犯错误，你就是这样的，你看你这表现出来的行为多丑陋，那只不过就是说而已，跟你的心有啥关系？但是你也会说，就要教育孩子什么，你也会说啊，教育你怎么又犯了，你怎么嫉妒啊，你怎么嗔恨啊，多丑陋啊，怎么你？那不过人类那么多概念，你不说说你白来了吗？是吧？你有文化吗？多写的。玩玩嘛，就是那样。其实众生可能也从这些概念里会受点益，有的就不受嘛，就是堆了一堆概念，有的改，有的不改嘛。他的智慧不是知识，它是一种力量跟无畏，就是能够战胜一切的，就是能够把重生都把自己从生老病死里边抓出来的力量，而且无所畏惧啊，它是力量来的，并不是知识。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力量的时候，你还没获得佛的智慧，你只是获得了他的知识，他的概念，他没有变成你的力量，你还没证的，这就是没变成的。